我觉得制作单位真的很不了解你。怎么了？他怎么会让你演这种撒娇的戏嘛？根本不适合。没有，因为我平常有偶像包袱，我真的只有在这个舞台，我才可以展现我比较撒娇啊、可爱的一面。不然我平常真的太矜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要谢谢大家。而且拜托，很多男生不是都喜欢那种好傻、好天真那种傻白甜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哦，我不会。没有没有，要看人看。就是根据调查哈，其实现在男性高达82%。都喜欢聪明的，甚至于比他们聪明的女生。那这个聪明指的呢，是有高度尝试，还有丰富的生活经验。哎，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啊，有很多看起来都锵锵的，但是只是看起来，看起来，因为他们都说自己私底下很聪明，很啊，赶快把他介绍出来。是是是，我首先呢，欢迎傻白甜心队，欢迎麦轩，还有果果。以及 Hello， 谢谢，凯蒂，谢凯蒂。那我们对面呢，呆萌教主队夏雨桐、阿乐，还有熊尼。因为傻白甜心麦轩看起来就不像啊，真的完全不像。你每次演戏的时候，戏剧形象对，而且其实我看起来应该算是就是很聪明伶俐型的吧？为什么偷看一下我们俩？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们是不是？我看起来应该像比较聪明伶俐型。对，可是听说你好像跟房卡过不去。对，因为呢，我虽然看起来很聪明，但其实你知道吗？我好几次出国，常发生很白痴的事情，像前阵子啊，我跟我朋友去宜兰玩。然后呢，因为就是那个房卡，我就说那你们就放在我这边。然后呢，大家就在外面聊天啊，喝一点小酒这样。哎，我就说，哎，那我进去拿一下那个充电器。我进去拿充电器，他们还跟我说你的那个房卡一定要带出来。我说好。结果呢，就这样来来回回，我总共就是忘记了4次。然后就请人家来开，工作人员已经是开到已经跟我说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房卡不要再掉了，因为12点以后我们就不在了。我们说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就是不会把房卡对对。结果呢，我进去上个厕所，殊不知，结果我朋友就问我说房卡嘞，我说哇，又忘了。然后他还问他朋友说，哎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好巧啊！结果后来就是跟我们住的那4个人，就是又跑去。朋友房间，那我教你一个方法，你又不会掉房卡。你出去不要订房间，你就睡别人那里就好了，又省钱，对不对？好像蛮对，好像对，对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对对对。那果果呢？果果感觉生了小孩，为母则强。我真的只有来这里的时候最笨，我其实没想过我还可以再来这里。你不要这样子，我们也没想过。他上次来是有做了什么事吗？有一点被骂，被骂，被骂爆。没有，就那时候我们讲。没有，因为那时候有那个秒数，然后秒数我就很紧张，然后就答到有一题的时候，他就说南韩首都是哪里，然后这样子北韩，太紧张了，我懂。不会啦，那你现在已经来过一次，现在习惯了吗？我现在我就会答。对，北韩的首都南韩没有啦，没有，我等一下就会想说，哎，我的队友就靠我的队友们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帮你找了一个很强的队友，对，那你。我们忠实粉丝，我跟你讲，忠实观众，所以呢，造就我现在是有聪明的脑袋，因为我是忠实观众。我跟你说，他看到最后终局之战，他不看字幕，他用听的，对我用听的，在那边模拟练习听力。那是家里有这么缺电视啊？对啊，所以要来这里抢电视，要来这里抢电视。对啊，然后他妈妈还要穿衣服在中间，正确，正确，下一题，正确。然后他爸爸还演律师观众，好了，累不累？用心。夸张没有那么夸张，但是我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。另外一边，今天跟你介绍一下你对手好不好？呆萌教主来，雨桐。对，其实我是一直很不想再来，因为我上次来之后我很受挫。怎么了？而且我真的可以懂果果的心情，因为在台上根本就听不懂题目，对，就是你听好像只听得懂字，可是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。而且我们老师那个中文太标准了，对，我觉得要换一个台湾国语的老师。大家会比较亲切，比较听得懂。为什么导播给我特写？他讲台湾国语，导播给我特写。好，没事，就你了。对，对啊。可是我说实在，我真的自己有来到这个舞台，我才会这么强。我平时其实还是很跳的，对，他跳跟跳差点讲一样。像我在舞台剧啊，曾经有发生过，就是正在演出的时候，然后那个舞台上的灯突然就掉下来，对，就是
就刚好就在我这样很非常非常近，就在三步的距离而已。然后那时候因为是在讲一个戏，那个戏在讲说我们这个剧组就是没有钱了，然后要找那个资方。然后这时候因为太尴尬了，因为全场等于大家都在看你们，然后那个灯掉下来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在那尴尬的时候，我就立马说：“哎呀，你看了，我们真的是穷到后连灯都破了啦，然后什么的，然后就去把那个灯泡的旧场拿起来，因为一定要拿，因为不拿会有碎玻璃，待会要跳舞，所以就是一定要去拿，然后扫一扫整理，然后再旧场下去。”对，所以你看我平时 OK 的，就是只有来到这里，可能跟小杨哥八字命，训练能力很好，很棒啊！就是对戏的演员如果落词，他还会提醒，这都是综艺训练来的，很棒。对啊，哦，那阿乐今天怎么会沦落跟什么沦落？应该阿乐我记得蛮聪明的，对啊，可是没有才华。就很多人可能看我第一印象都觉得我很像那种小时候被驴踢到脑袋，然后大家就觉得我可能真傻。但其实我国高中是自由班的。哦，这么太大声了吧？是那文组的还是文组的？文组的，但是数学可能不会就不会，没关系，数学很忠。我觉得他是有智商，可是他的记忆没有，他的智力，因为我要讲，因为我刚好吓到他记忆力很差哎。对，因为刚刚就真的跟我们讲说，哎，待会要一起这样子，一起动脑筋这样子。哦 ，OK， 好。才两秒吧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刚刚要做什么东西，我忘记了。谁要动脑筋？谁要动脑？他说是要做什么？他马上忘记耶。对对对对，有时候会短路啦。我跟你讲，这有就是有这种人啊，他就是背得快，记得快，然后忘记的也快，所以他就可以再去看下一个课本这样。哦，就是还得快啦，一直轮替啊。对对。那你等一下不要忘记你要讲什么。嗯。努力，反正有队友嘛，他们会帮我记。你哎，我是怕你忘记队友是谁。我去跟摄影师说，你就当是他的队友是熊妮。哦，熊妮，熊妮也厉害啊。没有，我来这我都超紧张的，虽然我都没有对到魔王，但是我每次在底下听的时候，我想说完了，这题我也不会，那题我也不会。我想说，我怎么会这么笨？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站在那边，你头脑就是会一片空白，对，宕机。对，可是我。跳舞很厉害，对，因为我已经跳国标跳十几年，十几年，然后也又拿到一些就是世界第二的成绩。哇，那个长处不一样，是要出国比赛的嘛？他小时候就在国外长大，对，好像几乎都在国外，意大利，对，学意大利的，哇，现在是国标老师，是，对，还有在街舞的，对，而且今天两队讲的跟真的一样，到底谁会赢？对不对？而且我们获胜的呢？会有10万元高级家电的组合。